孝顺妈妈就是煮难吃一点。假装不会煮哦，记得。第一组你也看到我们的。你不要觉得我的手很抖吗？不愧是美食生活家，是妈妈做比较好吃，而且是这道菜对你有意义吗？有啊，那个时候你都不在家，你也没吃过。然后最后回家，可是那时候只要我那时候有交女朋友以后，尤其是结婚以后，交完以后，我妈就常做这道椒盐虾给我，因为她说虾子是妈妈的。哦，因为吃了以后，男生吃了以后呢，这个体力会比较好。哎呦，赶快拼一个孙子给他。哦，所以常常就一回家以后就煮虾，然后白灼虾、椒盐虾、三杯虾、那个烧酒虾，全部都来，你知道吗？吃到都流鼻血。痛风哎，胆固醇。来，两队现在已经的这个破妈已经开工了，这边啊秘密也开始了。对，我看他拿菜刀就知道。好危险哦，有点危险。不要紧张，小心肚子，小心肚子。不要紧张啊。对，妈妈跟媳妇儿之间，跟老婆之间。有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？其实他们两个都一起都合起来对付我了，因为我算是女人公敌。但唯一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两个意见分歧的，就是因为我妈是比较洋派的，因为她都常住美国啊，是是，对，所以她习惯一个人住。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买房子是买在她旁边，哦，然后她居然讲说，哎，拜托不要买在我旁边，因为买在我旁边我就知道你想要干嘛，每天晚上要回家来蹭饭。对，蹭饭，然后生了小孩就丢给我养，丢给妈妈。对，然后如果是吃饭，我妈不要煮，想要出去的时候，每天就熬她请客。哦，都吃那种贵的五星级的，对不对？回家来偷东西，偷水果、偷酒啊。讲难听点是这样。哎，真的有时候会啊，就是哎，这个酒没人喝，是我就拿走了。哦，所以我妈就觉得说，住太近有时候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就说，哎，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就是住远一点？反而妈妈是这样，而且还甚至拿那个，所以她传给你那简讯是真的。对，就说男人是要有一点自己的。走多远？离我远一点。对，其实是他的空间。然后老婆就习惯说住市区比较方便，所以这一点下面他们是有争执。哎，妈妈处理的来。对哦，虾子下去了，你看，是丢脸啊！你看，哦，黑啊！你这个虾子现在是要干嘛？要下去炸一下啦？哎，先炸过油，过油，过油，过油不急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那边怎么还在切？那边还在搬家家具。速度太慢，后妈容许我过去稍微帮他一下。我们帮他一下，但他速度太慢。求救，这个是专家了，没关系啦。你现在要不要先帮你下？切完葱，对，你再切蒜。对，因为这道菜的灵魂就是这两样东西，就这两样。还有正在切蒜，对，就蒜了吧。不行，不要小心，不要切到手，要注意哦。要那个，没关系。那你这个要不要我们先帮你热一下热油？要不要？热油也可以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葱我的蒜还要很多哎。你怎么个性那么倔强？对，就要不要，不要就不要嘛。你要选择权啊，我是推会啦。那个咪咪啊，孝顺妈妈就是煮难吃一点。假装不会煮哦，记得。第一组你也看到我们，你不要觉得我的手很抖吗？今天不是别苗头的时候，你公开场合，哎，让妈妈没面子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媳妇当不了，这个要特别注意。哎，看妈妈这里，哎呦，哦，我妈妈这个不习惯，她不是 home core 的吗？对的。妈妈小心油，好喷哦。哦，好喷。不怕，哎，妈妈真的不怕烫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很好奇耶，那个油喷成，哎呀，妈妈都没有。妈妈，而且每一个妈妈都有特色，妈妈不怕烫，然后喜欢吃鸡头，还有鱼尾巴，鱼尾巴，对，哎呦，哦，两边，所以它这个虾子不用太熟的，就是有过个油，有点半生不熟，半生不熟，嗯，这样比较好吃，再嫩。哦，咪咪，你那个虾子还在，媳妇在干嘛？咪咪，撒虾子一下。哎，这边画面很感动哎。哦，妈妈这边画面感动。好，我来看看咪咪的关心一下，关心一下那边，这边很危险。这边哪里感动？哪里？这边就是那种老公很爱吃，然后他就学着下厨那种感觉。我知道了，他那个。那个油葱啊，油葱是用那个咸酥鸡的做法，对，油葱哦，咸酥鸡，咸酥鸡的炒，对，就是安呢，有哎，有咸酥鸡的味道，有吧？是不是不错？有放九层塔吗？没有九层塔。我要那个甜不辣，要加价，要不要辣一点点呢？你们这些人就让妈妈孤苦伶仃。好了，我在陪她了，我在陪，要陪她。那这里是加糖，这个是盐巴。
盐巴，然后最后这个葱下辣椒，辣椒是不是忘了放，对不对？没有辣椒，我怕你们等一下会被我辣到哎、欸，所以我被你们被他辣到、欸。哇，好辣啊！辣啊！辣啊！要以客人的口味为主啊。有一天回到家，是看我妈妈一个人，然后在浴室，是在浴室，我从那个看，然后那个背影坐在浴室，坐在干嘛呢？然后我不知道，就那个画面哦，背影看着他，我在后面，然后我不敢惊醒他，对，他一直在头这样滴滴的滴滴的，是在哭吗？不知道。后来我决定还是看一下，问一下，对啊，正要叫他，他突然间站起来，嗯，转过来看到我，他的面前，他吃了一篓的芒果。对，我妈吃土芒果就败家去闹，我不要告诉你们，小这个没了。这个哎呦，香啊，太棒了，厉害，好香哦。两道菜在这里，哎呦，好，那我就交到你的手上。好的，你一下子必须用手去剥，对，要感觉它的味道。对对对，哎，来感受一下啊，这是第一尾，第一尾，第一尾，第一尾。哦，来休息，很会吃哦。哦，赞！哎呦，哦，西，内行西虾头，哇，赞！对，跟新鲜，好吃，新鲜嘛，新鲜，有入味，赞，有入味哦。材料也大鸡哦。现在来的是第二一尾，交到你的手上。不愧是美食无生活家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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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加啤酒，好好吃哦。OK， 有 idea， 有 idea， 你确定？ Okay， 你会眼罩拿下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有第一道跟第二道，两道都不错，其中有一道是老婆做，一道是妈妈做。来，夫人，请站到中间。第一道还是第二道？我觉得是妈妈做的。是妈妈做比较好吃，而且是第二道。